娜娜来啊！嘿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今天开心吗？此时此刻，在吃饭呢？还在做菜呢？还在路上呢？赶紧来听我们的朋友，请听好，你说好不好？ Let's go！ 为什么片头是闲聊天？好，我们听听看那个千玺要说什么，好吧？朋友们，希望在纷扰的世界里，能给您心里的那丝宁静，找到一丝慰藉。朋友，请听好。 这就很正点啊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很好哎，很温暖。这个音乐适合短句子，你听啊。街灯亮了，道路拥挤，你在回家，我在等你，类似这样的感觉。街灯亮了。 你在街上纷纷扰扰，打扰。<笑>哎，那一个人挺好意思，我们把每个人的句子都合成一个那种。啊，我刚才说了一个，我说了一个街灯亮了啊。千玺说了纷纷扰扰，纷纷扰扰啊，这都是我们的关键词。然后呢，你在回家，我在等你。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想要听别人说话。嗯。 打开耳朵，打开耳朵，可以也要打开他的心，是吧？你觉得就是要轻松一点，还是扎心一点比较好？如果扎心一点，可以说上一次有人认真听你说话是什么时候？扎心一点，或者说有些话你可以说给全世界听。 因为你找不到那个要听你说这句话的人。哦，好有分量。朋友，有多久没有人认真听你说话？我喜欢这句。如果是刚才说的这种感觉，可能是适合。朋友，有多久没有人认真听你说话了？别怕打扰。 我们在听，朋友，请听好。哇，哎，有点感觉啊，可以哈，好吧？我觉得会很温暖啊，很温暖。因为上次是我们是那个试播嘛，所以我们没有正式用我们的团名跟大家打招呼啊，但从这期开始正式直播，我们就开始了。我们有这个给何炅、谢娜、千玺取团名的活动，现在的阅读是1.6亿，获得最多好评的，就是三位真火。很好哎，三位真火。有多久没有人听你说话了？我们是三位真火。三位真火，温暖你我。 哎，可以哎！哇哦 ，nice！ 我们好有成果，第一片头我们不用再做了，还有那个 slogan 我们也想出来了，这太成功了，我觉得我们。今天上午成绩喜人呐、啊。<笑>